老婆，那个今天呢是2013年1次嘛，然后我也希望能爱你一生一世。老婆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要说啥？我愿意。一生一世求婚成功耶！哎呦，抱抱妈妈，抱抱妈妈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妈妈。谢谢大姐，今天谢谢这么多朋友捧场，真的很高兴。今天是个特别幸福的日子，我们做长辈的感到特别的高兴。你们要相亲相爱一辈子。我还要对着我的孩子说两句话，我怕一紧张说不出来，我就学了这么一点点。李佳豪、李生，我的孩子，你们是最棒的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么美丽的三亚，蓝蓝的天，蓝蓝的水，愿你们是风，鼓起白色的帆，愿你们是船，剪开蓝色的波澜，生活正在你的前方微笑，勇敢地走上前去，将彩色的人生拥抱。别抖，妈妈。有点激动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最后祝你们幸福到永远，永远。好，一定，一定，一定，谢谢你们。哎，美女你好，晚上这里有个活动，我要回去了。你要回去了，不好意思。走了是吗？哦，那不好意思。今天晚上在这个船上有个活动。欢迎你们来，晚上这里有个节目，麻烦大家到这里来捧捧场。晚上6点，晚上这里活动，大家来捧捧场。我们今天晚上有个活动在这儿，大家到这里来捧捧场。晚上6点，太热了，只要给孩子能够带来欢乐，在这么炎热的夏天，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妈妈对他们的爱。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，好棒！谢谢所有的朋友。真是谢谢大家了啊，能够捧场，谢谢，谢谢各位的爸爸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他们三个阿姨冒着那么大的太阳，一个一个的拉过来的，我真的挺感动的。妈妈辈儿比我们年轻人单纯很多，他们只知道一个点，就是这个事儿是为孩子好，那我就去做，就他们就是这样。